今晚唯一一位亲临长沙的韩国艺人亚洲天王张根硕在演出前最后三小时才第一次抵达会场彩排，一路紧跟的保镖和大批粉丝也印证了他的超高人气。 据悉，张根硕今晚将乘坐这辆黄色跑车酷炫登场，花美男的魅力绝对点爆全场。来来来，招牌式甜美笑容，张根硕花美男的魅力即使彩排也展露无遗，还等什么？今晚就让我们一起甜蜜融化在根硕欧巴的歌声里吧。